就刚才被洗澡到啊，已经三四天了哦，再拖下去，怕会危险呢，搞不好人会走掉。我说，如果是你，你要不要让人家进去？你要成为他的家庭医师，中间最重要一个就是信任。这个障碍就是我们医疗端走不出去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都在医院里面开刀房或做什么检查，从不屑反弹，然后消极抵抗，改变确实很困难。出来等嘞，等嘞，我出来了，我看你有那么出来，出来，哦哦，站站，哦哦，真好真好。做居家是雷合哎，因为有热忱的医生有就是那几位，但你不能期待说医界他就永远做那个牺牲奉献的事情。这个制度要把它做出来，我觉得反正我就当做这个是白老鼠，我就先做。居家医疗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的心是不想帮别人的。我觉得啦，大家常常会自我提醒的一句话叫做莫忘初衷。